鳄鱼与牙签鸟。你饿不饿？承蒙关照，我做了几个菜，想说我们要。这些科学怪才怎么都这么不近人情啊？相比之下，保姆真的好太多了。高木学长，你要是喜欢吃的话，明天你也来吃吧。你想吃什么？你点菜。你为什么不问我喜欢吃什么？你肯定觉得不好吃啊，我为什么要问你？也是，那么难吃不吃。哎，我是说李南恩。如果他真的不适合跟大家住在一起的话，你告诉我，我来帮他安排住处。如果你真的要帮我的话，你随时把李南的动向告诉我，那就是我们的小秘密。喂，不急，有啊。